2012年以来， 新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分别达到 7.9% 9.5%。 新疆所有的新政村 通了自来水， 结束了南疆地区 千年河苦咸水的历史。 新疆所有的新政村 通了沥青路、 水泥路。 新疆已经有5年多 没有发生暴力恐怖案件， 社会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。 据统计啊， 新疆公众的安全感 由2012年的 87.58% 上升到 2021年的 99.14%。 目前的新疆社会稳定、民族团结、宗教和谐、经济发展、人民安居乐业。